该知道文学、哲学、人文学、历史学，甚至于科学，都是最好能知道的，越多越好。从我自己来说呢，我对文学和哲学啊，好像是特别的有感觉、有兴趣，作为一种修养，作为一种关注。平时呢，对自己的绘画呢，多多少少有一些见解和帮助的地方。应该说，一个艺术家如果在文学上面比较行，那么显然在作品中一定是会反映出来，同时呢，也能够把自己的一些修养传达给读者，传达给同行。我自己认为，我可能在艺术某一些方面呢，就是有自己的特点和领先的地方，在文学和哲学，还有人文学、历史学的一种偏好。这种偏好呢，使得我呢，经常呢，会进入我的创作的领域里面，经常会通过我的这个绘画来表达自己的一种见解。我呢，承认我老是这么画，可能在将来的中国艺术史的舞台上，或者这个史册里边呢，可能会对我做一些批评，也可能呢，就是一种谅解。这个画家在这个时代他之所以这么画，他一定是有原因的，也是一个信仰的问题，世界观的问题，他也有作为一个艺术家的自由度和他的良知。就是我不是喜欢做外国题材，我去过画过很多中国人，我的成名作就是我轻轻的敲门，就是画的是海上世家，就是画虚国、任伯年、吴昌硕还有蒲卓英，把他们画在一个上海的一个城隍庙画画的一个作坊里边，我去拜访他，我自己没出现，但是呢，通过他们的目光呢，我在画外呢和他们有交集，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典范了，而且这张画呢，就是进入了我们中国的美术史，也是一张名画，也是我成名作。那么后来呢，我就画过鲁迅，我是画鲁迅的专业户，因为我觉得只有鲁迅呢，中国的大文学家和我这个创作的这么好的契合。我画鲁迅的与众不同的地方呢，一个呢，没有把鲁迅的画成我们见惯的那种鲁迅，就是我们概念当中的一个光辉形象的这种鲁迅。我想画的这个鲁迅呢，一定是我与小夫理解的或由我自己自身引致的鲁迅。我觉得人的本质有很多地方是相通的，只要把自己结合对象画出一个本真的以人本主义为原则的，不管是再伟大的人物也好，总是会获得成功。画画要有一种耐力，那种碰到困难慢慢慢慢的怎么和困难做斗争，失败成功再失败再成功，或者不怎么失败或者不怎么成功，你都经历过，我都尽收眼底，那么我就知道这个艺术就是你画到位了你就行了，但是这个到位呢极其的不容易。我个人认为我自己的创作呢，始终呢就是遵循的这个一点，这个世界这个中国这个有一个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画家，只有我在这么画呢，他也没有太计较历史的成败和这个结果。应该说我还是属于一个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人。良知呢是你要耐得住寂寞，良知呢是一个自觉的行为，良知呢并不是就是一定要我拿出来告诉你我是有良知的，不告诉你我自己自觉的做，永远不让你知道，这个才是良知。